速度是极限的艺术。对速度的这个环节的比拼是很期待的。我觉得你要会观察对手的这个状态，就是两个人心理战、体能战。我们赛区有六名国家一级运动员嘛，最专业的一群人，全部都聚集在了速度赛区。请问你要挑战谁？要比，我觉得就比最强的。啊，历史又重演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确定吗？我确定。北京体育大学、上海体育学院、成都体育学院、武汉体育学院。你想拿第一的话，只有第一名才能教你怎么拿第一。直线就是资格吗？他就算有障碍，越过去就好。第一名可能跑不赢我，我才是真正的第一名。我想说，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，我还会选你。